快来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现在大家一出国就会买伴手礼，回来送给亲朋好友。若是吃了感觉袂歹，就会想讲要再买，安尼就要趁后一回出国，或者是找有要出国的人来代替购买。最近就业者看准这项商机，进口外国的泡面甲四喜丸，伫咧中兴新村青少年观光中心举办特别会，来自各国特色的泡面甲四喜丸，也吸引真侪民众做过来选买。大家见到家己想要买四喜丸，不过顶头哩拢是外国哩，商场内面的产品嘛拢是来自日本、韩国、泰国等等的国家，互人叫是讲来个国外。不过这拢是伫台湾，而且还阁是伫个中兴新村，小民众拢买袂停。我买的就是泡面呐、就是一些拉面呐、还有糖果之类的，就是小朋友喜欢吃的这样子。价格呢就比那个代购的还要便宜的很多很多。然后样式也很多样，这样子，还不错。我希望这种特卖会要常常办。除了在地人买袂停以外，也有来自外观的民众，伫网络看到相片，特别来到家来买，希望买到家己喜欢的食品。我是桃园来的，然后我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资讯，所以才来这边的。还不错啊，蛮多东西的，就是台湾比较少买到。土耳其的那个气泡水，长得超可爱的。现在大家一出国就会带上伴手礼，等来给亲朋好友吃。若是吃了真喜欢，想要再购买，就要出国去买，或者是找代购来购买。现在在中兴新村就买得到了。就是因为想说这边场地好，然后假日又连续假期吧。因为之前年前的整体的销售比较不如预期，所以所有的东西大概都是低于市价行情3-5折，在这边做出清回归的特卖活动。南投县只有一间连锁的大卖场，无百货公司，或者是大型的购物中心，嘛真少有进口商来进驻。现在县内有相当多时下流行的外国食品，虽然介绍不比在地食品较俗，但是嘛吸引了真侪好奇的民众来购买，嘛为中兴新村带来无同款的热闹气氛。记者林璇，差不多。